还有一个鱼酸饭，还有一个皮蛋豆腐。皮蛋豆腐。老板，你怎么坐着煮面啊？蛋仔面没有在烤，它是古早味就是扁担挑着沿街叫卖，那你扁担放下来就是这样子哦，所以比较有那种传统古早味哦。对，我以为是你累了。没有，我做做这样子，反正每一间蛋仔面都是这个，都是一般的话都是这样子。哎，哦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什么胶吧？你这有胶吧？野咖，哦，野咖，汤汁，哦，这是我的鱼松面，对，鱼松饭，哇哦，我是正在未来的美食博主啊，现在还不是，是未来的。如果说猪脚，那热一下。有猪脚也有点啊。对。还有。这是蛋仔面喽。干的。那个完了，再要这个。